道烟鸾宇宙是由麦田导演执导，演员何兰豆、冯丽君及张玉琪、刘泽廷、于子璇、吴恒、姚书豪等共同主演的古装言情剧《十香玉香之高田互动萌化少女心》剧集，讲述的是一落出彻二人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以女主角的情感与复仇为主线，将权谋元素巧妙的融合进一落出彻二人高甜蜜恋的故事当中。剧中出彻冯丽君是因为身中其毒的原因不能有过激的情绪，使得整体气质清冷，浑身写满生人勿近，但易落和蓝斗士的出现打破了出彻固若金汤的心理防线，曾经不食人间烟火但他因为易落再度拥有了凡人的喜怒哀乐，且为那易落一步步陷入权谋夺位的蛛网。易落与出彻的感情也从一开始单纯的师徒情逐渐转变为两情相悦的甜蜜爱情。值得一提的是，编剧陈小桃深谙女性观众心理，在原著基础上增添诸多让少女怦然心动的 CP 互动细节。没看过小说，无意中看到海报就被吸引了，对这种充满浓浓古风的东西无法抗拒。好久没有这种看完一部影视好几天还出不来的情景了，至今只有两部网剧让我有这种感情，等到烟暖雨收就是其中一部。刚开始点进去看的时候，跟很多人开始的感觉一样，就是感觉男主的黑眼圈太重，然后女主那刁蛮任性的性格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想着坚持一两集试试，毕竟很少能看到画风那么好的剧了。其实我看到第一集后半段的时候就能接受师傅和烙影，第二集就慢慢喜欢上他俩了。当女主知道自己被灭门之后变得没那么活泼了，但却慢慢变得软糯了，师傅也由以前的冷变得暖起来了，对烙真的好宠。这时候我就对这部剧放不下了，我对出彻那种男主真正是喜欢话少且高冷，除了自己喜欢的人外对谁都高冷，这种人肯定会让自己喜欢的人很有安全感的。看他俩在烟暖与收割的日常能看一百集，出彻本是谪仙人，却为了闹卷入红尘俗世，看前面真的很甜，即使他们吵闹都是甜的。但随着越来越多本不属于烟暖与收割的人的闯入，那个地方已不再是他们远离红尘的世外桃源了。师傅为了保护闹做了他曾经最不想做的那种事，而闹也只能一个人在烟暖与收割默默等着他的师傅。还记得师傅曾经说过，有落在我怎么可能不回来，真的好希望他们能回到曾经那个避世安静的烟暖与收割。